的副主任委员廖方宽廖副主任呢，率领了我们的所有天恒宫的团队来到我们的现场。欢迎到咱龙北天宁宫吼，那如何参加上卡卡文化节？那大家话听过？在龙北上卡卡文化节，今年比例较好，他前几趟龙北开卡，伊无开卡，偏偏伊个匆匆就死啦。今天的活动非常的圆满顺利，大家一起举着火把照亮客庄，那让整个客庄非常的热闹。那希望每一年大家再来参加，谢谢大家，真的要感谢的人太多，很多很多的公庙，很多的学校，很多的社区，感谢我们的客委会，感谢我们县政府，感谢我们的贝公。